汉字宝宝和人的身体有关哦，快去看看吧。牙，我的牙齿疼得可厉害了，快帮帮我吧。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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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帮忙把新牙齿补上吧。牙，牙，牙。哇哦，嘿嘿，太棒了，蛀牙不见了。小朋友要记得早晚刷牙，保护好自己的牙齿哦。牙，两颗牙齿齐排放，一把牙刷认真刷。这个字就是牙。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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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门牙，小小的门牙。小精灵的礼盒打不开了，一起来写汉字帮他吧。牙，横，铁折，铁折，竖钩，铁。牙，谢谢你，小精灵好开心呀。耳，我的耳朵听不到声音了，快帮我检查一下吧。原来是脏东西堵住了耳朵，帮他清理清理。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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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耳。耳，耳，耶，耶，呼！太好了，耳朵里的脏东西不见了。耳，耳字里藏着一只耳朵，耳朵可以用来听声音。这个字就是耳。耳，耳，耳。耳，耳，耳朵，两只耳朵。礼物盒里是什么呀？一起来写汉字帮小精灵打开吧。耳，横，竖，竖，横，横。横，耳，谢谢你，小精灵好开心呀。目，我的眼睛红红的，好难受呀，能帮我滴滴眼药水吗？目，你给另一边吧。目，目，目，两只眼睛都滴好了，谢谢你。哇哦，嘿嘿，小朋友，眼睛对我们来说很重要，我们要好好保护它哟。目，目就是人的眼睛，一眨一眨的眼睛也像一个目字。这个字就是目。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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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目光，一个人的目光。一起来写汉字，帮小精灵打开礼物盒吧。目，树，
横折，横，横，横。木，谢谢你，小煎饼好开心呀。新字巩固，听，听读音，找出正确的汉字。木，木。耳，耳。牙，牙。木，木。耳，耳。牙，牙。认，选一选哪个字和图片最像。木，木。牙，牙。耳，耳。木，木。牙，牙。耳，耳。